也都遇过渣男啊，曾经也瞎过眼，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去上前女友啊，然后跟我说他是被强奸的，渣不渣？与山芋渣男偷吃还原量，红石升格老板虾员工竟搞消失。现在酒喝比较多，烟抽太多，声音很粗哎。同时，羽山和宝儿在女团 Popular Lady 圆满后，抛开偶像包袱，另组星期三。那你们有什么禁忌吗？该不会又有禁爱令吧？我没有，都叫他赶快结婚了，怀孕哎、欸。还是就你们三个目前单身，只有宝儿吗？对，真的，我希望他赶快谈恋爱，拜托。我求求我有在认识人了，有些有就是认识啊，可是你知道就是石沉大海。我觉得你的风格好像比较很容易会吸引一些很奇怪的男生。哪有？你怎么这么说？不是，就是眼光都是要练的。没有人这么说，没有一些人一开始就眼光很。你们的妖道好。对啊，我们也都遇过渣男啊，曾经也瞎过眼，就是一直疯狂的外去劈腿、啊，对啊，然后我又一直原谅，疯狂原谅他。就是、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对，我真的有问题。我遇过很渣哎、欸，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去上前女友啊，然后跟我说他是被强奸的，渣不渣？然后，我还是原谅他吧。你比他更瞎，我瞎没有，哇塞，我瞎到爆炸。那对了，你遇过有多渣？我就是他们两个相加在乘以二的那种渣度，渣中之渣，渣王。我觉得他现在比较大了，所以有真的在慎选了。以前可能比较容易栽进去，对，恋爱脑。那你有想喜欢怎么样的择偶条件可以互补？择偶条件，我喜欢诚实的人。好可怜，其实被骗，他已经底线到这么低了，就这样。其实有没有同时公司一直逼你要怀孕这件事情？你到底就要结婚了吗？还没啊。对啊，那时间在走啊，小姐。其实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啊。我想生两个，一男一个哦，那来不及，赶快，时间在走、啊。快，今天晚上约起来了。对啊。同时感情生活稳定，日前还升格当老板，和朋友经营杂物居酒屋。我不是真的出去外送，我是在店里面帮忙点餐的那些。因为现在真的很难请人，每一个小朋友到我们店里面不到三天就给我走人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混老板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确定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有些事他直接不跟你说，他就直接消失。就三天前也，其中有一个人他已经三十几岁，然后他跟我们说的理由是他妈妈说不想让他出去外面工作。妈宝。三十几岁的男生哦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现在都在为他担心。